今天的视频呢，当当就是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最爱的十款包包，也算是近小半年的一支包包合集吧。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款包包，这款呢是我发了穿搭照片之后大家询问度很高的一款，它是一个韩国的小众品牌，应该是有黑白两个颜色，我选择了一个白色。这个白色呢，它是稍微会有一点点发灰的颜色，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看的。那这边可以看到它是有两条肩带，上面呢就是比较粗的一条肩带，下面呢就是比较细比较长的一条，这边是都可以拆卸的，我是都把它们两个同时挂上去了。那因为有两条肩带嘛，所以这个包包它的背法还蛮多的。那这一条呢，肯定最基础的就是手挎，还有呢就是用比较粗的这个肩带来当做肩背，这种是我很喜欢的一种背法，因为它在肩背的同时呢，你另外一条比较细长的肩带可以自然垂坠下去，有一种很随意很休闲的风格。那细长的肩带呢，当然就是你肩背啊或者说是斜挎都是可以的，所以背法还是蛮多的。那这款包包最让我惊讶的一点其实是它的容量，这边呢是有两个抽绳，你可以这样把它抽紧，抽紧之后呢它的造型感就会强烈一点，它其实就蛮像是一个小水桶小福袋的这种造型，皮质呢也很柔软，做工也是蛮精细的，价格我记得是400加币上下，所以在小众包包品牌中我觉得价格算是比较适中的。它在我日常生活中的穿搭率使用率也非常的高。它里面呢，先来跟大家看一下吧，是这种亚麻材质的内衬，还有一个小的这种隐藏的口袋，这个口袋里边其实也能装蛮多东西的，大家可以要是把贵重一点的比如说卡包啊钥匙什么的放进去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今天为了测试一下包包的这些容量，我这边拿了一些东西，有书啊相机手机卡包还有这个粉饼，我觉得这个包包就直接拿最大的书本进去来测试就好了，它放进去这个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你看它放进去书之后下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空间，所以真的是容量让我蛮惊讶的一款包包。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Stock 他们家的两款包包，那我们先来说第一款吧，这款也是最近非常火而且挺难买的一款包包的，我现在有点庆幸当时一出就立马下单了这款包包，不然的话现在真的就断货断的也是蛮严重的。它是这一种鳄鱼压纹的一款包包，造型呢非常的别致，所以在网站上看到之后就一见钟情立马下单了。那这款包包也算是最近很流行的腋下包的一个经典演绎了，风格就是这种比较 vintage 风比较复古的一个风格。那它呢是属于形状比较固定的这种包包，就跟刚才那款完全不同，所以它是没太有弹性的一款，差不多就是伸到这边吧。那我们就拿手机放进去，然后相机放进去，对，它其实就是你这样子看它是不太能装的，但它毕竟还是有这个高度在的，所以我觉得还 OK。 再装进去一个粉饼吧，再装进去一个卡包，可以看到就是上面还是留有一定空间的，就不是说装进去这些东西之后整个包就是非常的鼓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出行来讲就是女生基本带那些东西它是可以满足的。这一款呢就是他们家最经典的水桶包了，算是在我的草单里待了很久让我观望已久的一款包包了，终于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拔草了这一款白色鳄鱼纹的，它是一个很好看的奶白色，所以这个颜色我特别的喜欢，而且我平时还蛮喜欢买鳄鱼纹的包包的，就是会显得质感比较好嘛。它跟刚才那款包包一样，这个鳄鱼纹的纹路也是不同的，可以看到这边呢是比较小的花纹，这边呢就是比较大的鳄鱼纹，型感呢也是属于比较
硬挺，比较有轮廓型的设计呢，是很简约很大气，就是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非常简单的一个款式。这边有一个手提，还有一个肩带，这个我们等一会儿再说。那我们先说它的容量吧，就它是有大小号吧，我买的这个是 mini size。 我其实是比较喜欢买小包的一个人，而且水桶包嘛，我个人感觉小小一点会更精致可爱，而且它也是我夏天会经常使用的一款。它里面呢，这边是一个绒布的内衬，上面有两条抽绳，你把东西放进去之后呢，把这两条抽绳收紧就可以了，就可以盖住你自己的东西了。相机放进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再看一下粉饼和卡包，对，放进去以后是这个样子的，上面也是稍微还有一点空间，它就是高度不够，所以我比较大的手机放进去就有一点牵强了。除了高度问题以外，容量基本我觉得还是 OK 的，就女生出门带的这些东西，然后就把它收紧，哎呦，收紧以后就这个样子就好了。我还特别喜欢它一点的就是它的这个肩带，这个肩带是可以拆卸的，然后它上面呢有一个这样子金色的金属扣的设计，正好呢这个金属扣你把这个包包背起来的时候就可以露在前面嘛，就还蛮有特点的一条肩带。对，这个包包呢就是他们家最经典最鼻祖级的一个款式了，然后这些年也一直有在出新的颜色，并没有说有过时，所以我觉得也是我近期入手的还蛮喜欢，就是还蛮值得投资的一款包包的。接下来呢就是 BV 星际的两款包包，那我们先说这款吧，因为这款包包大家肯定不陌生了。其实我最开始是想买云朵包的，因为我觉得这款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商务啊，对于我来说。但是后来呢，我是看了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纽约的博主，他平时穿衣风格是很休闲很欧美风的那一种，结果看了他一张穿搭图之后，我就觉得太好看了，任何风格都可以驾驭，所以呢就毫不犹豫的最后选择了这款包包来入手。自从他们家换了设计师之后， BV 真的整个大逆袭。我以前一直没怎么关注过他们家嘛，我会觉得是对于我来说比较成熟商务一点的风格，那现在呢完全就都是走在时尚前沿的款式了。它的这个方格的设计呢，也是从之前的小方格换成了这种更加简约更加大气的大方格，是一种编织风的一个图案。而且这个编织风图案拿到手之后，你真的是越看越好看，越看越好看。就这款包包，就是我觉得也是近期入手我觉得很值得投资的一款。那它呢也是有小号和大号，但是这款包包不同，是我觉得它的大号有点过大了。小号的包包呢就已经算是我这些包包中容量最大的款式了，就小号是比较正常的一个 size。 可以看到除了编织风的图案呢，上面还有很多白色的缝线。我拿到这款包包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质是真的细腻，做工也是真的好，而且这款包包它也是你拿东西的时候很方便。我之前觉得云朵包你拿东西的就很方便，就是一打开一扔一合死就好了，那这款包包也是一打开一扔然后这样一盒丝就好了，就你拿东西特别的方便，而且容量也是真的很充裕的。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拿最大的这本书放进去，就可以看到书放进去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其他的我觉得我就不用放了，我今天所有东西放进去肯定都是 OK 的。那它里面呢是这种麂皮的一个内衬，也是做工非常的柔软。这边呢也是它的一个小内侧口袋，有两个储存空间，上面呢是一个隐形拉链，这边拉开之后可以放一些东西，下面呢就是可以随手你放进去一些口红啊钥匙之类的，这边也是如果有什么贵重物品的话可以放在这里。 OK， 那其他的储存空间就还是非常非常充裕了。所以这款包包呢对我来说真的是集美貌与实用于一身的一款，而且各种风格，你想要它打造通勤风也可以，想要它打造休闲风也可以。你像我今天穿的其实就是比较随意比较休闲的一个格纹的大外套，还有是这种很宽松啊很 oversize 的一个版型，那搭配这一款包包就很好看。所以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入手的一款包包，最后还是在云朵包和这一款之中选择了这一款。另外一款包包呢算是 BV 新出的这些款式中稍微冷门一点的吧，就它没有说像这两款包包的势头这么的凶猛。这一款还没有说看到有太多人背，不过它是
当时我开始逛网站的时候最一见钟情的一款包包，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就入手了，是他们家换设计师之后我入手的第一款包包。不过夏天的时候我没有怎么使用它，因为它是这种黑白配色的嘛，就是配色还是属于比较深沉，比较适合秋冬的。夏天的时候难免会喜欢穿一些比较鲜艳颜色的衣服，所以就它的使用率在我对于我来说和夏天没有那么的高。这款呢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黑白配色嘛，那它上面和下面的材质是不同的，上面呢是这种皮质的，它皮质这边也可以看到跟刚才那款包包一样，这边呢都是有一些白色的缝线设计，做工非常的细腻。那下面呢是这种帆布材质的，所以它是这种两个不同材质拼接而成的。那这款包包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它可以折叠成手包，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时我就是非常一见钟情它的这个设计。秋冬的时候我们穿风衣啊大衣西服，就可以把这个包包很自然的夹在腋下，这样的整个风格呢都是很帅气很干练而且很有街拍范儿的一种风格。也正是因为这个设计吧，让我当时毫无疑问的选择入手了这款包包。当然它这样很自然的放下来的时候，你也是可以把它当成这种手包的，或者说手提都可以。那这款包包的容量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我拿到手之后我还是先试了一下能不能放进去电脑，后来发现电脑是可以放进去的，所以我今天拿到的这些东西就不用给大家往里面装了，就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一款吧，了一位很经典的 Puzzle 这一款呢，当时在它有小号和大号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但后来还是看到出了 mini size 我就完全心动了。而且当时呢我是看到了一张杂志图，杂志图呢就是搭配了这条肩带，对，这条肩带也是这个包包的一个亮点了，当时我就想说这个组合一定要拿下。所以在后来去首尔逛街的时候正好遇到了我喜欢的颜色还有我喜欢的颜色的肩带这样一个组合，我觉得哇运气太好了。来在我 PO 了穿搭图之后呢，大家都对这条肩带表示了浓厚的兴趣，问我是不是自己搭配的。它其实就是雷伟新出的一款像是这种麻花状的，然后上面呢也是有很多缝线的设计，很特别的一款。而且因为这个肩带我觉得让这个包包更有感觉了一些，尤其是你这样斜挎在肩膀上的时候，这个包包的长度也是不长不短，刚刚好。那它原本的肩带呢就是比较普通的一条，是放到里面了，是在这里，就是比较细长的一条肩带。粉笔放进去之后就不行了，所以它的容量呢就是一个手机一个相机还有一个卡包，可能再放一个口红这个样子。之前在微博传了穿搭图之后呢，有一同学就给我留言说他眼中的罗一伟就是可以完美诠释低调又奢华，其实在我看来也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后续呢他们家也出了很多其他的款式，但这款包包的势头呢并没有说因此减弱，反而是出了 mini size 而且出了很多非常好看的配色。如果说大家比较在意容量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在意包包实用性是放在第一位的话，我比较建议大家入手小号。它的那款小号里面基本上这些书本什么的也都是可以放进去的，容量非常的大。那他们家的皮质呢也是出了名的柔软，但是呢是既柔软又抗操的这一种皮质。不过我平时日常出门呢也不会说带特别多的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说它的容量还是 OK 的。罗越的包包还有一个最有名的特点就是自重轻，这款包包它的所有的重量其实都集中在这条肩带上了，整个包包本身就像是没有重量一样，这点我真的超级的喜欢。那放近点跟大家看一下，这个造型呢就是一个方形的设计，正面呢和反面会有一些这种不规则的线条感的设计，整个风格呢也是很简约很大气的一款。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另外一款包包，这款吊床包呢也是他们家很经典的一个款式了。其实我还蛮喜欢小号的，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因为有很多很好看的配色，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 mini size， 因为我去年冬天的时候入手了 Loewe Gate， 我就买了小号，就是稍微大一点的款式。但是这款包包在我夏天呢是零使用率，就是在夏天我有那款包包我会觉得稍微对我来说有点厚重，所以为了保证这些包包既可以在夏天使用也可以在秋冬使用，我就都选择了 mini size。 这两款包包虽然颜色你看起来都是很秋冬很深沉的，但是在夏天呢这两款包包的使用率都是很高的。它呢也是皮质很柔软，而且呢这款包包的造型感会更强一点。那刚才说他们家最出名的特点就是自重轻，
它的自重比刚才那款包包还要轻很多，整个就像是毫无重量一样。而且它的皮质很柔软的同时，它的造型感呢也并没有因此说软软塌塌，还是很硬挺很挺阔的。这款包包的背法会比刚才那款多一些，它是有一个这种可以调节的肩带嘛，那你除了这样子挎在手上以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这个肩带既可以肩背也可以斜挎。这两款包包它的颜色不同，一个是深棕色，一个是焦糖色，但都是很好看很难以取舍的颜色。而且这两款包包你如果说硬要我二选一的话，我真的做不到。就是我觉得乐瑞成功的一点就是它的每一款包包都非常的不同，而且个性鲜明，让你无从选择，都得入手。那我们现在来装一下这款包包，看看它的容量怎么样。相机、粉饼、卡包还有手机装进去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很轻松很充裕。这款包包它的造型呢就是比较的好装，也是你直接随手往里面一扔就可以了。那这款包包呢，它就肯定不是实用性很强的包包了，毕竟它的大小啊容量在这儿摆着呢，它是一个非常小号的，它就是 mini size 中的 mini 版。里面的容量我觉得大概也就放下卡包，大一点的粉饼就不可以了，所以大概就是卡包、钥匙和口红这个样子。它肯定不算是容量特别大、实用性特别强的包包，更准确的来说，它是一款装饰型，就是经常会用来搭配的一款包包，搭配功能比较的强。那这款包包呢，它的这个黑色的皮革也是非常扎实的，就质量看起来做工啊各方面都是蛮好的。上面呢也是有一圈白色的缝线，它的造型其实有点像信封，就是一个信封包的造型。然后前面这个设计我最喜欢，很别致，一个这种龙虾扣的锁链连接了一个金色这种抛光的针扣，然后这样把它打开，嘿，就可以取东西了。这样再把它这样子插进去就好了。我觉得整个就是不太容易插，但是整个造型感呢都是很强的。然后前面的这个锁扣的设计也是很别致，就它既可以当一个这种肩背然后斜挎的小包包，同时呢它还可以做成一个腰包，就是把它的这个肩带收紧就好了，所以它应该才做的这么小巧可爱吧。毕竟它是要可以作为腰包来使用的，就是让你的造型感更加的有新意很多。其实呢如果是比较在意容量的同学，或者又很喜欢这个造型呢，它其实是有大号的，大号的容量是相当充裕的。不过我个人感觉大号就失去了它的这种别致感，就是不会说像小号这个包包这么有感觉了吧。所以虽然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搭配型装饰型的包包，但还是我近期使用率特别高的一款。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款小众包包。这款包包呢是来自 Tamiya 的 Benjamin， 是一个法国的品牌，品牌的名字呢就是两位设计师的名字组合在一起。那可以看到这款的造型呢也是很具有法式浪漫元素，一个很别致的大号的口巾包。整个风格呢就是比较复古比较 vintage 风的一款造型。那这款包包呢它的皮质呢也是选择了很好的一个小牛皮，就是很耐用然后又很抗操，它是不太容易有划痕的。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呢就是它的内衬是一个很有复古感的藏蓝色，而且呢它是这种绒布的，就让这款口巾包的造型呢更有那种 vintage 风的感觉了。里面的容量也是蛮充裕的，这边是一个拉链，里面是一个储存空间，它对面还有一个这种储存的空间。我其实感觉对面这个可以放粉饼，对，粉饼放进去是没有问题的，粉饼放在这个拉链的储存空间里应该也是 OK 的，这边都是可以的。就它这两个小内兜还是蛮能装的。这个包包我想试一下让它来装书，看一下能不能放进去。有点牵强了，就正正好好卡在上面，就关不死这个包了。不过也是容量蛮大的一款包包了，就这些相机啊手机放进去肯定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里面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放其他的东西。这款包包呢刚才也拿出来了，可以看到它是有两个肩带，这款呢是它原装的一个肩带，就是很经典的一个链条的设计。那我现在在用的这一个呢是新出的一款肩带，是一个这种粗肩带，而且呢它是可以调节长度的，这边呢还有一个金色这种方扣，
就像之前跟大家介绍那款包包一样，你背上去之后，这个金扣之后能露在前面，我觉得这样拍穿搭的时候就蛮好看的。然后它也是可以斜挎，我最近特别喜欢用粗肩带的包包，因为我觉得它本身其实是很复古的一个造型嘛，搭上一个粗肩带就会让这款包包的造型随意一些。那这款呢放进去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搭配组合了。这款包包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五金都是手工拉丝的工艺，这一点还是很用心的。造型呢就是比较精致啊优雅的一个大号版的口金包的造型，算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我又选择了一个比较基础的黑色，就是在日常的穿搭中啊，它的使用率搭配率都还是蛮高的。接下来呢也是一个小众品牌的包包，是一个纽约的设计师品牌。这款包包呢是我在春夏的购物分享中有跟大家搭配过，但是当时没有具体的介绍。今天呢虽然已经买了有几个月了，不过现在看着还是特别的喜欢，所以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包包呢也是造型非常复古的一款了。他们家其实设计最出名的呢是一款子母包，那款包包呢就是它一个大号的包包上挂着一个小号的包包，两个包包是贴在一起的，然后你那个小号的包包呢可以拿下来单独使用，大号的包包呢也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两个包包拼在一起使用。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用，所以我就没有入手他们家最出名的那个子母包。还有另外一款包包是一款方形的，上面有一些白色的缝线，那款也还蛮出名的，就是上面有一个钻扣也很好看。不过我觉得这款包包会更合我胃口一点。它整个品牌都是围绕着复古二字的，就是所有的款式都是很70年代的设计。这款包包它的皮质是很柔软的，包括它的这个手柄，这个手柄的皮质你看都是很柔软的。它还有一个比较让我眼前一亮的设计呢，是它的另外一条肩带呢是藏在了这个包包的外侧，藏在了这一圈，可以看到现在要用这个肩带呢就这样把它取下来就可以这样子肩背了，也是比较粗的一个肩带。有了这条肩带之后呢，这款包包就可以打造出更多的风格，更多的新意，也是可以增加这款包包的一个使用率。那打开这款包包呢，就是可以看到前面这里有一个银色的球体，这样子一掰开它就打开了。这款包包的另外一个亮点呢就在于它的内衬，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复古的红色，这个红色搭配这个白色配色真的太好看了。而且呢它里面的内衬也是这种皮质的，包括它里面隐藏的这个内里的这个贴带做的都特别的有创意，是这种波浪形的弧形的。本是肯定不行，但是把相机、手机、粉饼、卡包放进去看还是有一些空间的。因为它虽然说这边比较窄嘛，但是呢因为它的长度是够的，所以呢储存空间是完全 OK 的。装进去之后呢还是比较充裕的，并没有说包包的造型因为里面放了很多东西就把它撑出来了呀，这种就说明还是 OK 的。而且它的整个造型感都是非常的强烈，很有特点的一个包包。那拿的时候呢也是一掰开就好了，很方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近期最爱的十款包包，那就希望今天的视频呢会对大家有所帮助，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周，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